别看旗子小，别看那个伦敦这个人很多，但是要往有些东西就是一些刻在骨子里的一些观念，需要时间去改变的。虽然说英国脱离这个欧盟，但是我们办了这个欧盟的护照，然后对走这一路，但是他们说我们也是大概三年前吧才知道，说是欧洲的观众朋友，现场的朋友，你们是这个是最不介意的，我不相信。不知道你们上面有听清楚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没有介意这个，因为很多人都在吐槽，说是这个票价太贵了，这个票价太贵了，票价太贵了。伦敦选的是 OK。价格的问题，因为很多人我觉得来到这个现场，他不光仅仅这个票价，他不远千里或者说从不同的城市，我特别想知道今天不是在伦敦生活的朋友来到这个现场吗？不是在伦敦生活的这个来到这个现场的朋友，你举起你们的手。不是在伦敦生活的，在这里。